女性乳癌是全世界及台湾发生率最高的癌症，也是台湾癌症十大死因的第四位。在台湾，大规模的乳癌筛检就可以降低41%的乳癌死亡风险。乳癌定期筛检是每个人必须重视的课题。除了治疗，定期筛检的观念更重要。系上粉红丝带，创造一个没有乳癌的世界。2022，一起响应雅诗兰黛集团粉红丝带乳癌防治公益活动，团结一伙，终结乳癌。